起了青纱帐，今天你报名的一件事儿，微风轻吹，气热浪。风皱皱，西望望，大舅不见群歌我的郎。没事唱吧，我们唱啊。你不唱大庆啊？我怀小就来听唱歌的。唱吗？我不唱了，那卡拉 OK 自己不唱多没意思，我让你唱。大姐放两首对唱啊。真不会。老伴儿，你也这可不行啊！哟，你瞧这是怎么了？我花果园要赶走的。怎么会呀？你这来咱们大上海的哪个不是玩的开心、跳的潇洒？不跳，怎么就到草条跳的不跳？这不可能啊，梅梅。啊。这人家小五对你的服务可不满意，啊？我说让他唱歌，他不唱；我说跳舞吧，他也不跳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人家小五是我兄弟，他就不唱歌你就唱两首，他不跳舞你带他跳两圈不就得了，这怎么那么木啊？这哎，我说兄弟这可不行啊，你是我兄弟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啊。你们零钱？没有。那这么着吧，梅梅啊，你陪你的亲哥哥出去溜达溜达啊，让他消消气儿，听见没？去啊，拿硬拿硬，去去去，跟着去，快，听话。哎，行，兄弟，这可是天亮之，哎呦，什么天亮？那我可亏了啊！哎，你天黑之前你得把他给我送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去去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快快！你这个榆木疙瘩，赶紧走。
要去哪儿啊？我今天不应该穿高跟鞋啊。你咋不往楼上爬呢？那不更高？哎呀，小性格还挺倔的啊。那好吧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不说要电子了。你这人太没劲了吧？不是你让我回去的吗？这么才没有劲呢。怎么才叫有劲呢？这样吧，先陪我打电话去。妈，啊，我是梅梅啊。不，我没去学校，刚见了一个导演，还不一定呢。我知道。啊。嗯，我知道。家里好吗？我弟弟还打架吗？毕竟上班了，也该长大了。啊，我爸呢？病怎么样了？啊，告诉他别老发脾气。放心吧，你也多照顾自己。我知道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儿的。不用惦记我。啊，那好了。嗯，那这样，那等我有事情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啊，好了。在北京，我是谁？我是导演。小姐，你做什么样的发饰了？洗一洗，焗焗油。小姐，这么好的头发，我做一个30年的流行的发型，叫鬼鬼红尘一世情缘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现在好流行啊！算了，
我就聚聚油行了。就聚聚油。啊。哎呀，那卖这花样多。老板，你出去。现在都讲究情调了，讲究品味了。先生不洗洗头？我不用。来点音乐，有点感觉好啊。这姑娘弄过头发。你还挺能耍的啊！晒得弄酸了。啊，说给人家电断了就给断了。简单。还行吧。其实你对人挺够意思的。一般嘛。天快黑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自由办呢？时间到了，没节目了。花五六万就给你打电话，就偷啊？是你没地方去啊，这可不怨我。我回歌厅了，有空来找我。